早上好，我的朋友，今天是清晨的第一声问候，带来健康好运财气，拥着快乐幸福平安。在这个美好又吉祥的一天，愿好运的阳光照射着你，愿吉祥的风儿吹向你，愿美好的歌声环绕着你。当你睁开睡眼惺忪的双眼，我的问候早已经飞到你的面前，我要让你第一个看到，我要告诉你，你对我有多么重要。时光如梭，岁月如歌，时间总是这么不经意的流逝。我的朋友，我们之间的友谊可不会因为时间而变淡，反而会更亲密无间。你要好好的照顾自己，洗去上一周的铅华，迎接着一周的挑战，新的一周，新的面貌，摆脱闲散，幸福启程，伟大的事业由你来完成，美好的生活等你去开创。福气、财气、运气，迈入新的一周，满带着朝气，秉承着希望，循着满足而来。我将最真心的祝福送你，愿明媚的春阳与你同行，愿温柔的春风吹走忧愁，愿珍贵的春雨沐浴万物，愿耐心的春草点亮生命，愿美丽的春花传香千里。总之，我要把春千里所有的美好事物都送给你，只要你能够开心快乐，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，烦恼抛开，重拾动力，握一束清晨的光，轻轻地放在你脸庞，愿带给你一天的清爽，愿你从睡梦中醒来，看到满眼的希望，心中充满了宁静和安详，那是我送你最美好的愿望。我的朋友，周一快乐。祝福是一种形式，问候是一种慰藉，真心的希望你在新的一周拥有明确的目标，拥有健康的思想，发扬努力上进，吃苦耐劳的精神，相信你所有的努力，时光都不会负你。我的朋友，问候就这么不知不觉到了结尾，我对你的挂念可不止于此，感谢有你能够让我依靠，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彼此的依靠，一起前行，把祝福送给你最重要的人，让更多的人拥有美满的一周，把祝福分享出去，你会拥有更多的福气。快把祝福送给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快乐眷顾更多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